之2020年的王俊凯。成长对于你来说，你害怕吗？你害怕长大吗？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期待长大。20岁是努力的一个方向，去考量自己，就真的迈向成熟，长大了。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受到大家这样质疑啊，抱着碎裂的心，继续下一个偶像工作的。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我觉得外界的声音其实干扰影响会不是特别大。狂奔的念头不再停止温柔，一直给自己加油打气。没有给自己加油打气，我觉得这应该走是你有多少过错。去跟大家说我长大了，我很厉害很厉害了，比之前要怎么说好的。也其实挺空的，挺虚的，还不如让大家为什么比如说偶尔一次看到你的表演，或者看到你的什么作品，他们会觉得啊，就是那个谁、他真的长大了。我觉得年少时候没什么感觉，比较幸运啊。但因为在大家的注视之下，经常会有很大的压力。我觉得其实小凯他在这方面真的是调整得非常好。我出道67岁就希望有了今天以后，真的感恩吧，就让我来保护你们。我和松这个场馆对我来讲真的有很多的感受，因为第一场的演唱会就是从小想看看我们的这样一个舞台的场馆，特别的难受。支持我们每个梦想结束了。